新北市政府发展局举办105年度消费者保护尖兵艺文比赛颁奖典礼。这摆得奖学生总共有43位，市长朱立伦勉励得奖的学生，未来要继续负起消费者监督责任，保护大家权益。新北市政府举办105年消费者保护尖兵艺文比赛颁奖典礼，由市长朱立伦表扬得奖的43位学生。现在消费者保护啊，包括我们吃的东西、用的东西，我们都希望一定获得一定的保障、一定的安全。我们从小就建立好这样的一个大家正确的观念、正确的知识，大家就是小尖兵。比赛分作书法组、漫画组以及微电影组。伫咧书法的部分，由中央国小学生方思颖得到第一名。伊表示，学习书法3年外会使得奖，实在是真欢喜。那这次可以拿到第一名，心情怎么样？很开心，而且很有成就感，就是觉得这多年来都很值得。透过艺文比赛，新北市政府成功把消费者保护法观念宣传出去，学生未来拄到消费相关问题时，也会使有正确方法。记者彭建凯、台华新北市采访报道。